嗨，各位 OL 小姐姐们，踏入职场的第一关就是面试。以下这一些机车面试官的嘴脸，请先认明，以免未来啊被气到气急攻心哦。哇，你的理想待遇，以你的资历来讲，好像有点太高哎。真的吗？但是我上一份工作就是这个薪资啊，我真心不骗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啊试用期降10000，等到试用期过后，我们再来调整薪资，怎么样？吃饭哪个都能够使用啊？哟，这么会写案子啊？那这样子，我们公司下一季要办个野餐活动，预计招商200摊，我给你一份去年案子，你回去之后写一份企划案没有给我，就当这次面试的终极考验。可是我对公司还不是很熟悉耶。写了就熟悉了嘛。对了，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在骗企划案哦，千万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You know，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考验。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这就是在骗案子吗？你说你们家里也是开公司的，那怎么不在家靠爸就好了？哦，其实我还是靠想要靠自己的实力找工作这样子。哎，你们这种家里有企业的，一定都是娇生惯养，输得骂不得。哎呀，我还是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好了。Work from home， 你是狮子座？对啊，我是狮子座，而且很有领导才能，很能扛责任的。有领导才能，你该不会把我干掉吧？会啦，我能来这边上班，就希望可以当副总的左右手啊。血型 A 型，可是我跟 A 型的人不合耶。你该不会背地里捅我一刀？哎呀，副总，你也太会开玩笑了啦。好，今天就先这样子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你把生辰八字留给我，我请老师算一下，卜个卦。老师 OK， 我就 OK，OK 吗？你 OK 吗 ？OK， OK， 哦 ，OK， OK。